准备开始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挖什么挖呀？哎，新玩具！哇塞，居然是新玩具，这是什么呀？快让我看一看。开心拔萝卜，居然还有游戏规则。第一步，旋转胡萝卜转盘，确定指示。第二步，按照转盘上抽中的指示拔取出相应的胡萝卜。可以将拔取的萝卜放到产品附属的小碗内。拔萝卜过程中随机一根会触发兔子跳起，抓到你了，弹起。哇哦，听起来好有趣呀、啊！快让我们打开看一看吧。嗯，我们先将小兔子放到它的坐盘上，接着把小胡萝卜插进去，看小胡萝卜是不是超级可爱。嗯，插好之后，我们把四个小碗放在面前。接下来我们就交给大转盘吧，拔掉两根。嗯，那我选这两根吧，拔完之后放到面前的小碗里，看来我很幸运呢。让我们接着转呀，被吃了一根，那我们就将从小碗里的胡萝卜还回去。让我们接着转，拔掉一根，是安全的。拔掉两根，选这两个吧。啊，小兔子飞起来了，但是我没有抓到，所以说我输了。 Oh no！ 小朋友们，你们会玩了吗？就是转到谁，谁去拔萝卜。嗯，但是兔子弹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抓到它，那么就是小兔子赢了，而我却输了。